好，开始。现在是妈妈挑战走热的地方。那我要开始挑战什么叫做是日本第一的竹汤。这就是呢，有地上有不同的石头，让你那个脚底按摩，就跟我女儿立心叫我拍那个脚图片一样。嗯。每个穴道都可以刺激。请问有那个数学不好可以刺激的穴道吗？嗯，那个地图上面没有画。哇，今天真的是超级烫的。你手机放下来就能画啊？必须赶快走，往回走才行。哇，这边的小虫子很密集。妈妈给大家看地板。嗯，好。这里比较密集，这一边是比较松散，这边是比较直，这边是平的。因为它都是写日文，所以我不知道它前面的五个点跟最后的一个。这个应该是膀胱。蹦豆不知道是哪里。你看这里比较密集，再看一次。嗯。爸爸给大家再看一次。嗯密集密集，小男孩你忍不住了吗？这一张蛮清楚的，爸爸你过来拍给哎，走石头真的蛮舒服的。肩膀、腰痛就踩这边。那边是腰痛。大吊桥，童谣。嗯，一起摇的话就永浴爱。真的，不会把那个吊桥给那个吗？同最爱了。就凭我们两个这么胖。